大家好，我是 W。 好，今天除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劲舞限时神将，有我们的群雄吕布，还有我们的吴国周瑜，还有蜀国关云长，还有最后我们的小翔。我靠，小翔，你跑错家，你怎么在魏国啊？嘉祥，你屁股痒啊？要被吕布大哥抽打吗？好，先不理你。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我们的关云长、关公、关羽大哥啊！好，先来领取，不是领取，是买我们的进将礼。好，最大买完，8000元宝，呼，然后112个金将领。好，我发誓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甄子丹、不是，是我们的关羽、关云长、关公大哥给带回家。好，先来抽取我们的第一个10连抽，开个好头吧。来，甄子丹啊，有没有？呼，哇，不错耶，好多碎片，应该超过10片了吧？这里，好，再来第二个10连抽，我有大十个关云长，好，没关系，还有，第30抽，咦，怎么那么多赵云呐、白头发的少年，未老先衰，第40抽。哎呀，哎，真的好多碎片呢！安慰奖，安慰奖，第50抽，有没有？传说中的0.18，哇哈哈，中啊！我靠，我运气好好哎，我的天哪！金将任选箱，好，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这个箱子了。诶，不是，这是5选1的哦，上一次是4选1。哎呀，运气好好啊！哎呀，哇，闪亮亮的。哎，没想到我们的0.188千那么的容易中啊！哎呀呀，好开心啊！哎，没中吗？哎呀，可以呀、可以。接下来我们就随便抽抽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抱歉啊，我最近很欧啊，随便抽，随便中。好，最后10连抽，最后了吧？还有没有？果然没有。好，最后1次、2次，好，没了。抽光光，好，接下来要召唤我们的关云长、关羽大哥啊，好兴奋呀！好，打开我们的5选1的箱子。好，我不要你们，我要我的关羽。好，使用召唤，忠义当先，有进无退。哦，有进无退。还有什么？忠义当先，有进无退，又是退去。好，首次分享得到200元宝。好，现在分享。好好，现在来看看有多少个碎片。87个碎片，87碎片。好，我就是87呀、我好开心呀、我是87。好，30、60，哎，不管。不用算了，换完关羽就对啦。好，先来，不是啊，要来神行我们的一心关羽。忠义当先，有进无退。又是有进无退。哎呀，你没别具吗？好，喂，竟然差3片。好，差3片的话，我还有碎片在这儿，差3片，就只换3片好了。好，来，来我们的，新的关羽，忠义当
当先，有进无退。我靠，怎么又是有进无退啊？你真的没别剧耶。好，我给你多一次机会，你再说一次。看儿乃插标卖手。哦，插标卖手。好，果然有别剧，不错啊。好，现在要来换我们的关羽上场了。嗯，要换谁好呢？要换，把我们的张飞给换下来吧。张翼德也。张飞，您辛苦了，把你的关羽好兄弟给换上来，你回家耕田吧。哦，好多属性啊。好，现在来回收我们的张飞啊。回收，在这儿重生确认。好，再来疯狂升级我们的关羽，先来升级好了，一键升级。我升，我帮你们跳过。好，升级完了，再来就是进阶。好，疯狂进阶。好好，也为你们跳过。好，加气啦，要迈进我们的加八。呼，还有没有加九？好，再来就是培养啦，破军启动。好，这里是一个漫长的旅途。好，我跳过。紫薇哥哥，我们又见面啦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缠缠绵绵到天涯。贪狼，又是你贪狼。好，来启动我们的贪狼。啊呜，贪心的狼啊。好，培养完了，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缘分，看看还差了谁。喂，差了我们的华佗，能加生命25%。好，华佗，等我啊，华佗。华佗在哪？援军。先来援军好了，援军要上阵我们的华佗。白马一从，摆好阵势。随我前锋。好，再来助阵，可以上一个武将，当然是上我们的张飞啦。好，又启动缘分啦。又要来升级我们的张飞啦，疯狂升级。好，培养完我们的关羽大哥啦。其实说真的，这个关羽大哥怎么有点 baby face 啊？好像婴儿哦，他的脸。就叫你小关关好啦，小关关，终于把你带回家啦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。哎呀，今天真的是太顺利啦，100抽就拿到我们的关羽大哥，小关关。好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按个赞，打开小铃铛，就这样，祝大家跟我一起迈入我们的欧洲人呐！大家再见。